打他！哦你！哦大哥！啊完了！我跟这个 AD 四川不同，价值观不一样。不是他直接往前冲，我都觉得可以二缓三了，一缓三。干他！很好。 好好好！啊，给我上网！哇！ 大哥，哦，你把他，哦，好难受啊，跟他们玩啊，不是价值观不一样一回事，他们一点细节没有，这没也，进去，诺二的，干他，换了一个。 OK，、嗯、把他杀了，哇、哦，不是，不是他小炮一德掏给这个塞拉斯了，他是疯狂给这个塞尔是什么意思啊？还把他推走，完了，我要红温了，真的，怪不得这个文博天天打下路在那红温，卡莎没大招。 哦，服了！来吧，慢慢慢慢。哎。 慢点慢点，好，再扭了一个，不是，能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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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过来过来过来，我帮你解除一下啊，不不不。 慢点，慢点，能打他，拉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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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慢点，拉拉车哥，你还给你跳脸，不不，不是不是，继续啊，继续继续。 拉扯，拉扯，拉扯，可以拉扯。Nice， 就这样，就这样。好，中。你，哦，大哥，大哥，你们看到没有？对面都被我拉扯麻了。这个小炮不敢费，就是不费点，这不直接输完了。让他送个头，他就不收，非要跳连送。 慢点，就好，那小号，慢点，别冲，别冲！哦哦，不是你，哦，不是，哇，他没问题啊，他被白打，然后。 把这个卡莉亚大招骗出来。
那不就记了？叫阿拉夫直接开杀，直接送个300块。哇，不是这个小炮还跳连，我是真没想到。前面吃了，吃的。哦，这把都这么努力，让他们翻了，他非要送。我们上一把是不是队里面队内里面有钻石啊？都不太打的都不像大事。有时候在想，英雄联盟如果。 这种带一个就是语音系统，就是游戏一开一进去就可以在里面开麦的那种，是不是不太好啊？英雄联盟就是我到现在遇到所有的游戏里面最容易呼喷起来的游戏，以前有吗？以前有过吗？小队语音不是以前英雄联盟什么时候有过语音系统啊？ 除非双排，你们逗我笑呢。说实话，英雄联盟如果有了这个语音系统，应该整个新闻都有英雄联盟的坏的故事。那是不是国服只有国服有的？那韩服好像从来没有过，不太想守望先锋那种，大家的素质保就是保持的很好。英雄联盟这个游戏，就保持不了了。